怎么样，找着案子了吗？怎么可能，我一个新人刚刚毕业初来乍到的，还兼职主任助理，每天帮他忙前忙后的，怎么可能有时间找案子。那你说这事儿都是我干的，到时候提成他是不是也不会分给我呀？要他分钱还不如要他的命呢。来，我先给你弄。哦，谢谢。没事。那你说我这刚一毕业两眼一摸黑，上哪儿去找自己的案子呀？别急，谁都要过这一关的呀。你能不能抽出空来呀？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办办案子呗，我的提成按照你的工作量我分一部分给你。谢谢师兄，但是心意领了。不能这样，毕竟我还是得找自己的案子，另一个要是被韩主任知道了，指不定有什么是非。有志气，没事。这个找案源啊，就像投三分球一样不容易，但只要投上了那就是三分，没准哪天就砸你头上了呢。小何，这上班时间你在这聊大天？我没有主任，我是在请教关律师一些法律问题。我是你师傅，你请教小关，你是看不起我这当师傅的是吧？不是，我就是顺便。有个当事人过来了。师兄，我走了。一会儿我放你桌上啊。谢谢师兄。没事。你找我？您就是韩律师啊？嗯。俺就是找你来的。不，你有预约吗？那咋还预约呀？俺打听着就来了。哦，慕名而来。中了。坐。哎，老人家，您是打算办什么案子？离婚。离婚？你这都多大岁数了，你还离婚？你就凑合着过吧。不是俺嘞，是俺闺女。啊，那你闺女怎么没来啊？我闺女呀、啊，我不是这样啊，老人家，我们呢是律师。啊，不是兽医，没法包治百病，啊，而且我们这业务是有分工的，像我这种级别的啊，一般只办非诉案件，像比如什么知识产权受理啊，什么法律顾问啊，合同审查呀，那你说这个离婚这案子啊，我很多年没办了，这样吧啊，下次让你闺女自己来，啊，在前台会给她安排律师，啊，这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小何。送一下啊！哟，韩律师，哎，咋这就走了呢？奶奶，俺还没说完呢。奶奶，这干啥呀？这奶奶，您别着急，您先，我不着急成吗？啊，半句话都没说完呢，他就走了，这瞧不起人呢。不是，奶奶，你说还找他干啥呀？韩律师真的有事儿，真的有事儿，他真的有事儿。您先歇一会儿，您在这坐一下，我给您倒杯水。您别着急，好吧？里面有两个人等他呢，他这真的有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，您可以跟我先说。您真有事儿啊？对，真的。真有事儿。你说什么？奶奶，您别着急，不敢说话呀，这是啊！别着急，您先喝口水啊。有什么事儿，您先跟我说说呗。您也是律师？我是韩主任的徒弟，是实习律师。不过您跟我说，我转达给他是一样的。中啊，那俺就跟你说说。嗯，是这么回子事儿。俺的闺女啊，她没有福啊。自打嫁给那丁大花以后啊，一天好日子少不少都没过过呀。